汪家驊議員。主席，我拿起這份助理幫我準備的講稿呢，看下去都是非常之熟口熟面，因為老實說這個課題在我們立法會裡呢，我記憶所及都不知道講了多少年，可能你老人家說喂你記憶不是多好，但我相信你老人家都同意，最得幸到過去的五六年呢，我們差不多年年呢都是就這個課題呢是辯論，辯論的理據都是重複又再重複又再重複，但是在現實生活裏面呢，沒有標準工時所引起的社會震盪呢，它是不斷地呈現，亦都是不斷在不同的場合呢是呈現出來。上個星期三我們宣誓就職，大家可能都是很熱烈去參與，亦都很興奮，但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在我們的門外有一群紅豆豆的男士，他們就是服務了我們消防，我們服務我們香港的消防員，他們要求呢是當局關注和支持他們多年來爭取每週48小時的這個訴求。他們講的理據其實是很強的，因為他們的工作是救急扶危，過分的疲勞對於進出火場的人來講，不但只可能傷害到他自己，亦都可能傷害到他被救的人。另一件事我們可以提一提的，就是十一海難事件，大家都看從報章可以看到船長他們的工作的時間是翻一日工放一日工，他們的疲勞有可能是導致海難的原因，就算不是因為這次海難因為疲勞而導致，其實他們的工作環境呢對於我們海上安全呢亦都是有相當大的威脅。主席，我睇翻轉頭，我哋好多嘅議案，我哋發覺咧係我哋嘅議員投票嘅取向係好得意嘅，每逢提及到標準工時，譬如指定有數字係四十啊、四十八啊、四十四啊呢啲咁嘅情況咧，就一定咧係被呢個功能組別咧係否決。咁當然咧，自由黨頭先發言嘅各位同事都講得好清楚啦。但係相反咧，當提及其他事不涉及工時的時候呢，就很容易通過的。主席，好像陳克勤議員他又提出過制定動物友善政策，黃容根議員又提出過促進釣魚活動發展，挺有新意。但試想，如果個個工作場不要說是釣魚啊、養寵物啦、啊、連見個仔都沒有時間，見老婆都沒有時間，那為什麼我們的議會對於這些動物的政策啊、釣魚的政策那麼踴躍支持，對於我們打工仔的時間、工作時間又那麼話不讓你過就不讓你過呢？當然啦，有很多藉口的，自由黨就提出就我們老闆怎麼可以啊，很貴的、啊、主席，我們做議員都是一樣啊，我們是七日無休的、啊、我們很多時候超過12小時就閒閒地，但是個分別就是這個是我們選擇的，我們可以不做的、啊、主席，你如果你不做，我相信你所賺的錢一定是比你現在坐在這裡的錢是多幾倍、啊啊、但是基層和勞工他們不是這樣的，他們很多時候沒得選擇，不但止他們的情況就是上司未走他就不敢走，他就要坐在寫字樓裡，這些即是無常的超時工作，其實是一般的普通打工仔的日常生態。那你說如果將兩者即是一起去討論，其實有沒有一個即很好的意義呢？主要我覺得是未必有的。大家不要忘記最標準工時這件事不是一個社會道德的問題來的，主席，而是一個憲制上的問題。因為基本法39条是明確地講明呢，我們要跟從國際的勞工公約，而國際勞工公約呢和這個經社民條約第7条講得很清楚，它人人有權享受公平和良好的工作條件，尤其確保休息閒暇的合理限制。打工仔做七日的工作是絕對不符合經社民條約、勞工條約、我們基本法所談及的一個公平和良好的工作條件和環境。
公務員已經實施了5天工作，每週不多於48小時。咁點解公務員得，其他打工仔又唔得呢？咁公務員落實5天工作48小時嘅時候，我哋嘅局長會唔會又話：喂，我唔公平喎，我點可以做5日啊？你加我1.5人工啦，咁咪唔會噶嘛，係咪？咁局長可以選擇唔做嘅。其實有好多局長，即係佢選擇唔做嘅時候咧，我諗全香港拍手慶幸嘅。咁但係打工仔就唔係咁講。主席，我哋係一個發展嘅城市，根據我哋資料顯示，我哋跟周邊嘅地區同埋國家真係落後得好緊要啊！台灣嘅標準工時係48小時，新加坡44小時，韓國係40至44小時，日本係40小時。就算我哋嘅偉大嘅祖國啊，都係40小時咋？咁點解我哋香港係冇咧？主席，香港係好多嘅發展，亦都希望咧超越鄰近東南亞嘅國家，但往往喺勞工事務上咧就係嘆慢波。總之咧，立法會咧就有好多好多藉口阻礙呢啲一個有利於勞工工人嘅工作環境嘅呢個條例。主席，勞福局局長啊，佢口邊最喜歡講的一句話咧，就是要到位。每一次跟他傾偈咧，無論講咩嘢都話，依個到位噶，收咗佢先啦。主席，我好希望咧，阿局長一陣回應嘅時候咧，就唔好咧喺研究依個標準工時嘅時候咧，又放多好多豬頭骨落去。我哋最低工資咧食咗好多豬頭骨就嚟啃死啦，主席。咁所以希望咧，你真係要到位啊！你係到位局長。咁希望咧，局長喺呢方面咧係有啲好消息講俾我哋嘅打工仔聽。多謝主席。